哎，你去哪儿啊？我赶时间去上班啊，都几点了？哦，但是你要跟那个周佳琪见面吗？不知道。那你会答应跟他复合吗？你真的那么有兴趣知道啊？哎呀，要卖关子啊，会还是不会？我现在哪有空想这些啊？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工作做好，想办法把人证给拿回来。加油！嗯，对了，不要把我跟周佳琪的事说出去哦。我跟谁说啊？不说。走了。加油。你这么关心他要干嘛？送他去上班？我才没有送他上班，我担心他被骗。问你，一个男人同时被一个女人耍了两次，你说我不要帮他？我当然担心他。哦，对周佳琪啊？放心，是大嘴巴，我乱说了。好兄弟，你喜欢上韩少？徐江，买东西去啊。请问一下，我今天还要去冷冻库帮忙吗？急什么？想去冷冻库，想冷静吗？你安排好了没？安排好。今天安排你到天桥上的作业线帮忙。哦。别站那不动了。把那包香料通通加进去。那包香料不是弄这个的吗？你懂什么呀？让你加它，懂得快一点。哦，好。这一个。对啊。几次啊？随便啦。随便。经理，他可不是一般的篮子而已哦，看，他也可以当小板凳用。我还是去看看安少比较好。最重点是他的材质，他材质不是一般石化。你要外出吗？啊，没事，我就是看看你们都在忙什么。你们继续。Hello， 经理。重点是它的材质，它的材质是100%环保的。这个你把它埋在土里面，它也就是自己消失了，它不会造成地球上的负担。而且它的涂料，你看一下它的涂料，航太科技。
先生要我们用这一招真够狠的，这一搞搞掉公司100万的损失。不下狠招能低走难少什么，希望他这次乖乖的走人，我可不想再做坏事了，这样会遭报应的。哦，不要吓我。走吧，你不用进来了。你却擅自做主更改配方，把我们人间美味的酱料招牌位全部给毁了。不是，而且导致我们数百万份的酱料全部销毁，你知道吗？不是，吴里曼，就是刚有个同事叫我把酱料包拿去那边，然后我就倒过来而已啊。闭嘴，我现在不想听你任何借口。不是，主任，这件事情怎么处理？夏天路，等我跟上面汇报之后再决定。安少成，等一下到办公室等我。不是吴里曼，我在这里啊？那你呢？你怎么会在这里？这是我们公司的厂房啊，我过来看看很正常啊。哦，到厂房巡视还在杯咖啡，真是有气质啊。啊，还是说这杯咖啡是要给安少的？我帮你一起送过去啊。一起送过去？所以你手上这个保温盒？对啊，我是要送给安少吃的，我经常给他送饭的。开什么玩笑啊，常人都有共餐，哪里需要你送饭呀、啊、开什么玩笑啊，我做的饭很营养好不好？你有空吗？我想单独和你聊一下。啊，可以啊，但我得要先去送饭给安少吃，免得他肚子饿。那我在前面的咖啡厅等你。好啊，要不要帮你一起送过去啊？这个是我自个要喝的。哦，等下见啊，咖啡厅见，拜拜。安少成，这件事你要怎么负责？知不知道，就是因为你的疏忽，导致近百万份的产品必须销毁，严重延误了出货时间，而这批食品包装成本和违约金加起来高达100万人民币。100万？对，公司限你一周内提出还款计划，还不了的话，就到法院告你坐牢。不是吴林曼，我只是按照指令把东西搬过去而已。不相信的话，你可以找那个跟我一起做事的同事啊。不承认并不代表你没有犯错。算了，跟你说也没用，我上法务部去。赞助，公司怎么会对于这种小事情都有法务？你太异想天开了。100万哎，100万怎么是小事？我要求公开调查。调查？你以为你还是人间美味的安少吗？这无关身份跟地位，只要是公司的员工，都可以争取自己基本的权益。好了，你好好回去反省一下你怎么赔钱吧。你也不要为难我，公司已经向你提出一周内停止处分，你就乖乖接受吧。太过分了，安少被同事这么看不起，还受到这么不公平的待遇，被冤枉。
骄傲，等着被回忆打败，爱是舞台，输得被淘汰，曾经灿烂，瞬间无情落败。谁收买那个未来，交给他继续等待，你的坦白只为了把我剪断，承诺的永远被时间掩埋，剩我等待，说爱不爱，不爱就离开，深情用翻滚前进，逗你开心，用滑稽表情让你老去，我声音轻轻听，你却不信，从身边离去。这一次爱你，会把你好好捧在手心，那一万星星张开眼睛，我以为你不敢来了。找我什么事啊？那我就开门见山的直说了，你为什么会到食品处理厂找安少，又为什么会给他送饭呀？很简单啊，因为我们住在一起。你们住在一起？你们两个什么关系啊？那你又是以什么样的身份呢来问我这个问题？我是一个关心安少朋友的身份。关心安少朋友的身份？安少的母亲一过世呢，你就立刻单方面宣布解除婚约，然后又搞失踪这种老梗，这还叫朋友？这个是我和安少之间的问题，和你这个外人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吧？那你还跟我？据我所知，你最近跟一个叫顾大鹏的人走得非常近，你们的行为模式几乎就像男女朋友一样。既然你有新的追求者，